现在咱们就剩屋里的十瓶水了。没事，我又兑出来一口，现在就有十瓶零一口水了。所以咱们得定量供应。来，先让我来一口，我不行了。就剩十瓶零一口了，你省着点喝。嗯，我知道，咱这没有水啊，周边超市都没水了。哎呀，可棒了，舒服，爽。那咋的？你改西北风了？你看我这洗个头都有粉丝。给你粉丝，别不要脸。哎呀，等会儿。你干什么？洗头啊。你哪来的水？哎，夏姐给我拿的呀。我跟你说，这水真不仅用，八瓶没了。你说这头没洗干净。对，我哥这么大个脑壳，八瓶，哎，怎么够呢？咱们一共就剩十瓶水了，你一下就用了八瓶。我去。不是，我都悄悄拿的呀。我以为别人的房间里面还有呢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哎，小西，来，你先垫吧垫吧，来。你要去？行了，你翘翘，走，给我追抖我点。哎，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张嘴呀，垫不垫？眼下只有打井了。打什么井啊？那打井得有大电钻，你知道吗？一突，好几千米下去了。你说那好几千米，那是打石油的井。我说是打喝水的井，也就十来米就够。你都失忆了，啥十来米啊？你知道十来米多长吗？你知道一厘米多长吗？哎，螺丝刀子几厘米你知道不？那你几厘米的螺丝刀子呀？你问我几厘米？好主意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井。聪明，这智慧啊！你这大脑皮层怎么长的呢？这是啊，是，真聪明。但你就算是长一身大脑皮层，是不是也得喝水？哎，小西呀，真的，你这太智慧了，你这是啊！哎呀，真聪明。哎，要不你先喝两口吧，垫不垫吧？你咋就不理解我这心呢？去吧，跟他们一块挖井，啊！那么简单粗暴的事我干不了，我是技术型的。你别看这里很美，其实这里危机四伏。哎呦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青青啊，你不愧是生存大师，好棒啊！你说，就你这优良品种。再加上我这150的智商，咱俩要是结合了，那生出的宝宝，那。